你的每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天地的言语而我在等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编剧家。最近的华语乐坛仿佛出现了歌荒，没有一首大火的歌曲，反而是一些老歌火了又火，尤其是我们周董的歌一直成为抖音 BGM， 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伤心啊！网友们就连歌曲的旋律也不放过啊！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都有哪些歌曲火了吧。第一首《青花瓷》，这旋律一听就非常的熟悉，伴随着一曲古色古风的《青花瓷》，给广大的网友们来拍人间烟火定格照，短短几天就有了22亿播放啊！这个音乐瞬间让人感觉到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太喜庆了。但也让网友们直呼这首《青花瓷》究竟在抖音上火了几遍啊。第二首《晴天》，这是源自老爷爷打铁的声音，后来刘瑞琦再配上一段吉他弹唱，这清脆悦耳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，就这样在网上火了起来。这个 BGM 被网友称作打铁版晴天，不愧是周杰伦的歌啊，就连伴奏也可以那么好听。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。第三首《化缘甲》，这是源自一位叫于天一的弹唱，这琵琶版的《化缘甲》让人感觉到激进、空灵还有纯真无邪的感情，让许多俊男美女们都跳起的《化缘甲》舞蹈，这舞蹈的气质也太好看了，高贵端庄又雅典。这是一首最近非常非常火的一首歌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原唱周杰伦。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也只是怕错过，也不知道在抖音上火了几次，还唱出了非常多不同的风格。在视频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只是怕错过梦，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，只是怕错过，不是干了什么。